天父的孩子，今天你都好吗？无论发生什么事，一定要记得天父爱你哦，他会一直爱你，不离不弃，永不放手，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是香香牧师，现在我们就来默想神的话，一起领受天父的爱吧。天父的孩子，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你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哥罗西书2:13，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加拉太书2:20，旧的我已经和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在这地上的身体中活着，是因信靠上帝的儿子耶稣爱我，为我舍己。在基督里，你被神接纳为孩子。以弗所书1:6，让我们颂赞上帝这荣耀的恩典。这恩典是他在爱子耶稣里所赐给我们的。得救之前，我们是神的敌人，但因神把儿子白白地赐给我们，就使我们被他接纳，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在基督里，你是得胜有余的，没有什么能叫你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8:37-39，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在基督耶稣里，你已经被上帝拣选了。以弗所书1:4-5，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上帝爱我们，预先决定了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归属于他，使我们有做他儿女的名分，这是他所喜悦的，是他的旨意。
在基督里，你有圣灵为印记，要确保你是属于上帝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信了基督，上帝就把他所应许的圣灵赐给你们，作为你们归属于他的印记。你们既然听见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你就是天父的宝贝。神已经把你安置在基督里，打上圣灵的印记，以此确认你是属于他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恩。天父的孩子，在基督里，你是世界的光。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基督里，你是上帝的孩子。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在基督里，你的罪已得赦免。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彼得说，众先知也为耶稣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在基督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在基督里，你是被神所爱的。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基督里，你已经脱离了上帝的愤怒。罗马书五章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在基督里，你已经与神和好了。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在基督里，你领受了丰盛的恩典。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在基督里，你就不被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现在因你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你就不被定罪了。在基督里，你已经脱离罪的辖制。罗马书八章二节，因为此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基督里，那次生命圣灵的权势已经释放了你，把你从罪和死的法则中释放出来，使你脱离罪的权势。在基督里，耶稣代替你完全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罗马书八章三到九节，我们罪恶的本性软弱，摩西的律法救不了我们。于是，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上帝宣告了，罪再也不能控制我们，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子交了出来，在肉身里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不再跟从罪恶本性，反倒跟从圣灵的人，能完全满足律法公正的要求。如果你属于基督，就有基督的灵住在里面，便是受圣灵掌管的。你是受圣灵掌管的人，就思想讨圣灵喜悦的事，就得着生命与平安。基督是你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基督里，你已经被洗净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在基督里，你是神的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在基督里，
你已经被称义了。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保罗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在基督里，你是世界的继承者。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在基督里，你被天父收养了。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基督耶稣里，你有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你已经被赦免了。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按照他丰盛的恩典。在基督里，你被拣选为神的子民。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上帝根据他原始定下的旨意，借着基督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子民。在基督里，你是有基业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基督里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我们因着与基督联合，就得到了从上帝而来的产业。在基督里，你是有盼望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上帝的用意是要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在基督里，你是有产业的。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上帝已经把你买回来，归属他自己了。上帝就以圣灵作为担保，证明他必会把所应许的产业赐给你。他这样做是为了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基督里，上帝在你里面运行大能。
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我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使你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盼望，他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这大能与他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能是相同的。在基督里，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掌权。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掌权。在基督里，你有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七节，他这样做是要向世世代代表明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在基督里，你被造是为了行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基督里，你已经与神亲近。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你们从前是罪人，与神隔绝，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在基督里，你已经被饶恕了。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基督里，你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基督里，我们是丰盛的。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基督里也得了丰盛。基督是你的生命。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因为你们真正的生命跟基督一起藏在上帝那里。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他向全世界显现的时候，你们就会分享到他所有的荣耀。在基督里，你的生命被隐藏在神里面，被保护、滋润、被喂养、被供应。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因为你们的肉体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在基督里，神看你是完全的。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因着神在基督里为你所做的一切，因着基督十字架上已完成的工作，神看你是完全的。在基督里，你有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基督里。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在基督里，你有永恒的盼望。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和主永远同在。天父的孩子，你已经在基督里，你属于上帝，不属于这世界。邪恶不能碰你，黑暗不能伤你，谁也不能把你从上帝的手中夺走。你已经在基督里，你的地位稳妥无比，十分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祝福你，每一天都有耶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同在。奉耶稣的名，我祝福你，你会经历到天父永不断绝的爱，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又为你复活。因为耶稣的血，天父已经赦免了你所有的罪。耶稣住在你的里面，你就在耶稣里，你就住在天父永不断绝的爱中，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你已经因信称义，永远得救。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你必因信得生。你的祷告已经蒙神垂听，你已经大大蒙福，深深被爱，备受恩宠。永远记得，天父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